我应该穿他这一身。好，我是小爽，很高兴看到你们哈。今天是半决赛，然后今天的主题叫做请别遗憾离场。我觉得这个主题还挺适合我的，因为我性格很直爽嘛，有什么说什么，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。有人管我说话叫做爽言爽语，就是我说了自己很爽，你们很无语。其实作为一个艺人，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，因为有经纪人拦着嘛。那我因为没有团队，所以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我整个所有的行程和所有的活动都是我自己来做对接，所以我在我自己团队中的角色呢，是郑爽的经纪人、郑爽的助理、郑爽的宣发以及郑爽本人。其实有的时候录节目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安排，然后我就是跟导演组说哈，我说你们能不能对小爽好一点，你再这样子的话我可带人走了哈。小爽走，我们回家。别呀别呀，多不好呀，我得在这看着录节目呀。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点分裂？还真是哈。但是我还是不想请经纪人，因为经纪人太贵了。就去年自称一个 我经纪人的，他其实就是一跑腿的，他跟了我一段时间，一大笔钱就没了。所以真的经纪人很挣钱，要不是实在干不下去了，也不会去卖大码女装呀。让他笑。天真姐，我真的是特别想支持你，但是我穿不了大码女装，别说是我团队都穿不了。你看我这人又爽言爽语了，常态常态啊。前段时间啊，有个男的因为那么点事情上了热搜，我就去他前女友的微博留言了，我就说你的九年我心疼，你的文字还爱他。结果网友对我进行了一顿嘲讽，说我不合时宜，说我情商低，还草率。我就想我哪儿草率了呀，我这想了一个小时才想出来的，我真的哎。我的文字我心疼，你的嘲讽我不听。现在啊，我爸就怕我说错话，老盯着我的微博，他经常训我，就说你知不知道你乱发微博会对我们的家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。你有1000多万粉丝不怕，我呢96万粉丝都被掉没了。你看我爸呀，真的是比我还想红，他经常以爽爸的身份出现在各种话题中。前段时间我发了一个放弃人设的微博，又上热搜了。然后我爸就坐在我床边跟我说，你可以放弃你的人设，但我不能放弃我的人设，答应我，我永远是你爸。真的，我今天这段脱口秀可能又得上几个热搜，不过热搜话题我都想好了。郑爽没有团队，郑爽亏钱，郑爽去穿大码女装，郑爽人格分裂，怎么样？我们郑爽团队的宣发还不错吧？其实这么多年来了吧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，想说的也说了，想做的也做了，该表达的也都表达过了，所以我希望今天参赛的选手们都可以像我一样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要留遗憾。如果真的输了，记住我一句话。你的成绩我心疼，你的段子不好笑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郑爽。再次欢迎郑爽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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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。那个也再次欢迎三位领笑员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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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郑爽跟我们分享了一些遗憾啊什么的。蛋总，你有没有遗憾啊？我遗憾啊，肯定有啊。蛋总说他以前植过发，你们信这事儿吗？蛋总说他以前植过发，后来他剃头发，别人都是剃的，他头发跟蒲公英一样，一吹就没了。我真。我觉得遗憾是什么呢？遗憾就是
因为你没有做什么嘛，就那个事儿你没做叫遗憾，对不对？做个叫后悔，是不是？你呢？我有很多的遗憾，每次演出，我都不能站在台下看我自己演出。真的就是说，因为那个有时候想挑挑自个儿毛病，给自己指一指。我也特别遗憾，就是我每次你说话，我居然在认真听。我在干什么？没事。这个刚刚回来的罗老师，离开我们遗憾吗？这几期？非常遗憾。然后我想了一下，近期最大的遗憾是中间漏了3期的录制。是啊。对，这个非常遗憾。哎呦，显得特别说话得体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其实真是这么想的。卢老师，我第一回见着卢老师，大局为重，大局为重，好像呼兰的舅舅是吗？有一点，我因为我以前听说过没见过，第一次见，哦，果然是。那我要是一会儿咱们聊的时候，我说什么冒犯你的话，来吧，快活呀！如果说了冒犯大老师的话，会影响你对呼兰的评价。不会，一家人都是一家人。那我就放心了。罗老师回来了，我们节目的大局观就回来了啊。是，天真姐，应该最近这个事儿不遗憾吧？很开心吧？不遗憾吗？我特别遗憾就是罗老师这几期不在啊，我也特别遗憾。为什么？你一会儿感受一下大老师的力量，就是。就是因为这三位大家都知道都是特别会说爱说的人哈，我从来没有过说不上话的时候啊。就是他大老师这个音轨得单开一轨，确实是这样。因为人上回问我一个问题，如果回到10年前，你会对10年前的自己说什么？我说我插不上话。10年前的比现在我还能说好吗？可以说。目前呢，10位朋友呢已经就坐，咱们先看看他们吧啊。大家也看看这10位在之前非常激烈的赛制下能留到现在，他们的实力是真的很棒。几位老的领笑员拍灯标准有什么改变吗？大局为重。大局为重，没有改变。嗯，没有改变。天真姐有什么改变吗？胃疼就拍。我就是觉得那个谁能让我觉得拍，就我这个就是我的大腿。就是我感觉这期我啪就能拍一下我就拍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好嘞。郑爽有什么标准吗？你喜欢谁？你之前看过？我想说你拍灯的时候我就跟着拍就好了。他是跟拍的，他是跟拍的。跟拍比赛，哇，这个很稀奇啊。哦，是这样。对，不用，咱们那个还是开心了就拍，好不好？是吧？不用理我。我怕我一拍好像那个跟搭词儿了，就是这他不是想吗？没事，你趁着观众笑的时候，趁他不注意。就是混乱之中，哎，就拍了，对吧？记住我。对，没事。记住我，啊，好的。那么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我是老钱，谢谢。对，大家刚刚听完黄圣依老师的那个脱口秀，对他的感受，我对他的感受就是，黄圣依老师很漂亮。对，没有想到，黄圣依老师刚刚表演结束之后。然后马上就上来了一个铁憨憨。当然了，我这个铁憨憨不是黄圣依老师那个铁憨憨啊，不太一样，因为毕竟我呢霸道总裁的霸字我知道怎么写。提醒一些各位啊，现在呢还是脱口秀，不要看到我以为是养生堂，还以为转换频道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呢是跟其他那些演员确实不太一样的，真是不一样。因为其他那些演员都是后浪，当然了，也不少前浪。一转眼一看到我，一块礁石。老田今天有点难啊，没把观众带进去，好像。真的听不见笑声，真的很慌。那我呢，已经结婚了。我不说，你们可能没有看出来。我们现在的夫妻关系呢是一个什么关系呢？就是动静结合。动的时候呢，就是我跟我老婆要争吵，到底泡枸杞是用温水还是热水。我老婆就认为呢，温水泡枸杞更健康，我就认为热水泡枸杞更健康。最后呢，我们争执了很久，最后我们一致决定，蓝河绵羊奶更健康。蓝河绵羊奶全羊乳配方。
蓝河绵羊奶全羊乳配方，富含中短链脂肪酸，天然小 分子 A2 同类蛋白，易消化吸收。这么安静啊？你们没听懂是吗？我再读一遍。蓝河绵羊奶全羊乳配方，富含中短链脂肪酸，天然小分子 A2 同类蛋白，易消化吸收。我真的是太拼了。我们夫妻经常吵架特别的多，然后同时迫于生活的压力，我就怀揣着梦想从杭州来到了上海。那个时候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夫妻分居的渴望。终于到了周五之后，我就买了张票回到杭州，然后星期五回到杭州，星期六早上起来我们又开始吵架了。到了星期天的时候，我就带着一个失败者的遗憾，怀揣着梦想回到上海。大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差不多就是相当于就星期五我回去参加一场辩论赛，没听懂啊？ Debate contest。 老田的技巧非常的明显，靠上一个讲英文，口音发或者什么发。那前段时间我和我老婆再去登地铁的时候，我们有点争执呢，边上一个大哥看着我们，先看了看我老婆，然后又看了看我，就对我老婆说，你怎么用这个口气跟你爸说话呢？我老婆当时也懵了，因为我们吵架多年从来没有外援，今天遇到外援了。然后我老婆就嘟囔着说，我们同龄人。然后我也附和说，我说是的，对的，同龄人。那个大哥说，你看你都把你爸气糊涂了。不行，比上一期他状态差很远。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来，我跟我老婆吵吵闹闹的也过了好多年了。其实我觉得夫妻之间的吵架呀，就像生活中的感冒，很难避免，但是你偶尔感冒一次呢，还能产生抗体，还有利于身体健康。所以特别希望大家结婚半年吵完仍是少年。那最后呢，我还是想提醒一下大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枸杞用热水泡更健康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老田，谢谢。老田的状态远远不如上一场，我们都看过上一场非常炸。但今天因为开场的原因吧，我觉得老田紧张了，还有他几次互动都扑空了，所以他慢慢来吧，我觉得年纪也不大，很有机会。那通道马上关闭，还有最后三秒钟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经过我的提示，好像也并没有什么人为他投票。田哥那个念广告是设计的还是怎么的？我设计的，因为我的那个稿子长度不够。这个是你今天最好笑的一段，好好笑。我觉得其实你的那个自然状态比你那个段子里的状态放松多了，就你这现在就特别好，好像说什么都挺好笑的。但是你在那个里面就感觉进入了一个战备状态，就有点紧张。就结束了脱口秀表演，反而变成了一个脱口秀演员，是这个意思啊？是，好残酷啊！我看三位领笑员都没有拍灯哈，我拍了一个，我是因为我一般开场都会拍一个，就是我觉得因为开场演员就是非常难，非常不好讲啊，就是都一般开场都会拍一个。就是我们觉得这场应该比上一场严一些，所以其实也挺好的，但是就比上一场严一些，所以没拍。我其实特别想拍，因为我觉得我坐在这儿今天感觉特好啊，因为我前两
我去参加节目，我都是被评委的，你知道吗？就站在台上，让下面人给我投票，我就顿时感觉一种释怀。今天我可以坐在这儿给别人投票，但我真的是一个笑点挺高的人，所以就不能够，就又不能够就是让自己，也不能委屈了自己啊。对，所以理解，在这种纠结过程中还是没有投，能理解吗？非常抱歉，非常抱歉。我能理解，嗯，因为我们都是铁憨憨嘛。太多了，这个很好笑。他真的结束了以后，老田好笑很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老田最终的得票情况。第一个奖对我来说挑战非常大，并且我这整个的各种风格也不太适合这种开场。